为什么控制？因为在中国人的这个深层的文化结构里啊，中国人认为孩子是属于我自己的，是属于我的一个物体。但是呢，在国外因为基督教的原因，大家都觉得这孩子是上帝交付给我，我代管这10几年，然后他还是要给社会的。但是中国人的有那种深层的结构里面，他认为孩子是我的，是我家的，是属于我的，是我的财产，我可以任意的处置。包括他为什么能打得那么狠？因为我自己的孩子呀，不打白不打呀，下雨天，对吧？可是你知道，我们还有一个嘉宾，这杨枣的啊，前两天我看也写一个张靓颖母女的这个事儿，他就说呢，他说这个曾经有一个说法，觉得好像中国人家庭观念特别强，对、哎，这个咱们倒都没看得出来，是吧？我觉得美国人家庭观念强，但是后来他讲啊，费孝通当年的一个说法，实际上呢是乡土社会和非乡土社会，对，乡土社会咱们当年都是农民嘛，对吗？乡土社会表现出代际关系为核心，对对对，母亲和女儿这个是核心，对对，但是西方这种非乡土性的关系呢，是夫妻俩是。咱们俩是核心最大的这个核心。你这前一阵我碰见一个我们的一个朋友啊，也是个文艺界的人士，他呢就再婚了，然后他前妻生的儿子要这个结婚，他就跟我说他跟他儿子较劲，他就说他儿子就是说结婚他要按说让他去，他说但是他不尊重我这个后娶的妻子。大概因为当年受过伤吧，对对。然后这老爸，我发现他想得明白，他倒真不像中国这乡土社会的。他说：“哎啊，他刚刚信了这个基督教，我哥们现在信上帝了啊，就是信上帝了。上帝说爱就是一切，是吧？什么爱？他就是说啊，你儿子跟我再亲，我姥姥跟我过的不是你，对，而是你后妈。”对，所以你要不尊重我今天的妻子，我还就不参加你这婚礼。对，你看他是这么一种。但是我觉得，但你说这个控制这种代际什么也好，其实我觉得做父母的本性里面，不管是中外，其实都有的。但你怎么一个控制，或者一个社会赋予你的这种规则是什么？就我前2天也是在香港去参加一个婚礼嘛，是一个香港女孩跟一个德国男生，他们俩交往大概有快10年了，就也一直没结婚。然后我碰到他，就是这个德国男孩的这个父母，我说：“哎呀，那你今天应该特别高兴嘛，他们俩终于结婚了。”然后他爸说 I hold my tongue， 说我10年了，就是咬着我的舌头，我不敢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。他说，就他心里也憋着，但是他们的规则告诉你，你不能问，你不能逼婚。这种控制这个哈，其实用回那个社会一种情调来打底。叫什么个人主义嘛？你毕竟在我们说西方非东方社会哈，个人主义嘛，个人主义基本上，所以那个你如何，你不控制自己这种占有欲，基本上你是不对的。在法律上当然可能违法，就算在道德上你是不对的，你侵犯了别人的那个行动的主权哈。那个人主义这个东西当然相对哈，在亚洲在东方社会比较。薄弱，还有，假如我们只看女性的话，我们要替女人说一句话，不是说什么女人母性，当然那个基因我觉得是有了哈，母性哈，那个，因为整个社会相对还是对女性不公道，当女性在社会上面，在 workplace 在工作场所，在整个社会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受到威胁的时候，甚至相对没有权的时候，她当然要对她身边能够掌握的东西的人。不管你是女儿、是儿子、是老公、是这个那个，都要拥有嘛，是啊，占有嘛，控制嘛。他呢没有安全感啊。可是我们能够 empower， 能够赋权给他们女人权利的话，我觉得完全可以变了，不需要谈什么几千年的深层结构。你这我见过一个，就是我早年间啊，多年以前了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。好多，就是这个八卦记者啊，就是这有一个我就在他身上看到一种母亲，就这个母亲吧，哎也特年轻，但是他觉得他女儿好像是他的一面旗帜，他女儿你知道他女儿就是说啊，就说你带我走吧，你带我走，他说我只是想离开我的母亲，他女儿急于想嫁人的目的就是不跟母亲在。一起住啊，就那个时候，那时候我接不住啊。现在我是接盘侠了，那时候接不住，真接不住。就是说，因为母亲一大堆条件呢，然后我就发现他这个女儿跟他这妈妈呢，他妈妈到哪儿都要带着他女儿去逛街。哎，我能体会那种心理，看我女儿多好看。反过来，我在中国还看到一种情况，我觉得是那个孩子也离不开妈。嗯，有没有觉得我见到过有一些明星啊，好大的明星了，国际明星啊，嗯，那个经纪人就是他妈。嗯，你见过这种情况吧？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很偶然机会，就是要去采访一个，还不是去采访，是跟他见面一个，我就不说名字了。 然后要有人弄灯光啊，有人弄什么，或者是跟谁联系，没有人呢，就是他妈妈，因为他妈妈就是浑身全是那个名牌，但他也不知道怎么，其实不太知道跟媒体打交道，但他起的作用就是觉得说家里人特别的可信，什么都是我包办我儿子，就是这样。哦，但是你要不这样呢？ 那个妈就冲这冯轲发威了，是吧？你的经济，你的什么都跟我没关系了。嗯，是啊，有时候我不晓得，我还蛮喜欢我丈母娘的。当然，我丈母娘去世，表忠心。有时候不是是真的，因为有时候我那个跟我太太闹矛盾冲突的时候，我就说她怎么你不像你妈？因为我丈母娘很豪气的，大姐大，然后喝酒、赌钱、吃肉。 那时候再生的时候，经常说：“啊，我要来赌两把，喝酒，要喝到醉不醉无归。”有时候我会嫌我太太太安静了，不陪我喝酒赌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真希望我太太多点像她妈妈。你放心，按照咱们刚才推导的规律，她早晚会像你。对，变得你都认不出来。你的好日子会到头的。好，到点儿。比如说，咱就说出轨啊。嗯 往往这个女的跟谁出轨啊？我不知道别的男的，但我周围很多男朋友，那个倾向是什么啊？他有可能的话，他不会想见到那个男的啊。但是偏偏我见到我身边一些闺蜜啊，一些女孩子哈，她好像就是较劲，就是说我偏偏要看看我老公找谁了，她好像不怕见面，这让我觉得你们心理素质比我强多了。因为女人不怕比。 男人怕挨打是吗？男人比较怕比，女人不是不怕比，女人就爱比，对，就非得要比一比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何必呢？因为我觉得女人是不比不死心啊，而且女人的比，其实你就觉得从童话故事就开始，那个白雪公主，她那个后妈也算她妈了吧，天天就照镜子，谁最美啊？其实就要比谁最美，而且女的你说要见面吧，其实她比的。 条件是相当局限的，就想比这人是不是比我漂亮，甚至于啊，我听到的一些就是女的，就我周围的一些女的朋友，如果她婚姻当中有挫折或者关系有挫折，很奇怪的，她第一个先怪自己，觉得自己就不够性感，或者说在那方面怎么，我觉得非常奇怪。我说你为什么想这个方面呢？她说一定是这样，可是我不知道，可能男的还不一定是因为这些理由。哎，但是你说，我也听这女孩说，女人们在一起就爱比啊，嗯。 但是我有个纳闷就是说，女的都觉得自己挺好看的呀。她这个比，她脑子里有一个客观嘛，就是她会意识到自己比输了吗？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文化里面的东西吧，就是因为你几千年来男权文化、男性文化下来，它是在怂恿女性在这种外貌啊、体貌上去比较、去争夺男人的宠爱，它是。 通常倾向于让男性去在外面竞争，所以男性会觉得，这个去跟另外一个男人这样比，一方面是很丢脸的这个方面啊，去很丢脸；另外一方面，他其实还是很胆怯的。但是整个文化是怂恿女性去比的，女性去争宠的。我就听说过那个你们香港那个大刘。 那个刘銮雄啊，对刘銮雄，他对你们的偶像，他有一个特点啊，就是他的情人说，虽然在这么撕得这么厉害，但是私下会说，就是大刘是喜欢我们这样的，对，哎呦，他喜欢我们，这样就是为他争风吃醋。我跟你说，这还真的是，要不说这心理素质，咱不但没法跟女的比，有的男的咱也没法比。 你说这个，我想起毕加索啊，毕加索最有名的嘛，就是两个他在那爬梯子上，在画室里画画，有个女的跟他在一起，另一个情人来了，说你说你到底要谁？毕加索梯子都不下呀，就说你们打吧，两个女的，这谁赢了我归谁是吧？打的毕加索就在画他的世界，他的缪斯是最重要的。你知道毕加索挺狠的，我就觉得他说过话，我们中国男人不可能这么去想问题，他要控制这个女人啊。他说，哎，我怎么样让这女人不离开我？生孩子，毕加索的经验就是说，生一个我就捆住他，生一个他就离不开我。所以毕加索就是他愿意就生吧，生吧，生了你都离不开。而且你看毕加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有一个老婆，就讲啊，就是毕加索这种纯友欲能到什么程度啊？就是他一个衣服啊，不穿的那个烂衣服永远不扔。然后有一次，他老婆就把那衣服啊，看一工作服，就送给一个园丁。结果毕加索一回家一进门，看着这园丁，回去跟他老婆就大发雷霆。就是你想到，其实这不是说是吝啬，这就是一种那种非常强的占有欲。对他，而且连他的那个画室嘛，就是说他从来都不整理，他东西堆满了就关上，我再开一间，就是那个我原来有的这些痕迹，他都得在。我觉得他是那种就处处要留下他的这个痕迹。包括在人身上，所以呢，我就说这个占有欲，今天咱们就是讲讲跟这个有关，跟这有哎，彤彤，你看我看你的文章啊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有时候看到这个女人呐，写女人，她有一种让我男人觉得，哎呦，这个看的这个小针眼里的眼睛都看得到那种感觉。哎，张靓颖，哎，你觉得打脸不打脸？那天你不是还我记得你文章里有句话，他就说啊。这一场母女对决，惨烈到什么程度？这将是他们大概意思，就将他们这一辈子都很难化解的这个冤屈伤痕，对吧？可是第二天呢，这一个我知道，什么情况？你有没有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呢？你有没有观察到他脸上的表情呢？你观察观察。我觉得他妈妈脸上的表情就很尴尬呀。而且我看过一个报道，就是当场他们那个粉丝和他妈的脸色都不是很好。那你觉得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我觉得就是爱面子吧，中国人爱面子，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那他爱面子，当初何必报给大家呢？我觉得当初是因为他母亲是在这场，我觉得这场战争里面，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，就是第一，他经济上要依赖他的女儿；第二，他就是在人脉方面，他也无法跟他女儿相比。我觉得他唯一能够跟他母亲相比的，就是他可以用舆论去影响他，因为他女儿是个名人嘛。所以我觉得他找到了他的命门，然后把这个命门一打开，他就发现他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，就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出来了。哎，我没有这种母女的这种体验啊。我就问一个二愣子的问题啊。你觉得母亲和女儿之间也是两个女人，对吧？母亲会嫉妒女儿吗？会的，会的。如果不是亲妈的话，不是，就是亲妈。你看张爱玲的妈妈跟张爱玲就是，我觉得是这样的啊，就是一个女人她生下女儿之后，有一种女性的母性比较重，她就特别特别爱自己的孩子，然后有一种女人的妻性比较重。妻性就是老婆的那部分比较重，她的重心仍然还是在她自己的情感啊，她去吸引男人啊，所以其实女人还是分成两类。那么分成两类，比如说妻性比较重的那一部分呢，她有可能是属于冷漠对待小孩的，她就是对她小孩一点都不关心；还有一种是属于那种我觉得是凌辱型的，就是她会。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《纸牌屋》，《纸牌屋》里那个第四季里面，就那个女主角的那个妈叫做黑尔夫人，她黑尔夫人就是她临死了，她女儿跑过去找她，她还说你是来搞我的遗产的吗？Well, Claire, did you come to take stock of everything you're going to inherit when I die? It's convenient, isn't it, having a dying mother when you need an excuse to skip town? 但他可是最后，因为就他以自己的死帮了他女儿。是，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有一种妈妈，她是永远在跟女儿比较，我比你美，我的腰比你细，我比你更吸引你父亲。就是我觉得因为它里面有一句台词，就是黑尔夫人有一句台词，就是说。你看，你爸爸有一些事情是不会告诉你的，他只会告诉我。哎，你不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吗？哎，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，张爱玲，家辉是张爱玲专家了啊。对，家辉有张爱玲的手稿代售啊，通过圆桌派。他妈妈跟你是本家，都姓黄。对。而且你想，就是我那天看着一个，就是说张爱玲啊，这是真实的事情啊，就是好像她这个从小喜欢她妈妈漂亮，对她妈妈穿的口红擦的也好，衣服也穿的成熟，对，哎，她喜欢。但是呢，他从小还不是跟妈妈长大，对，后来他去找他亲妈去了，在香港。4岁以前是妈妈在带大的，对，但是到后来他就是离开他妈妈了嘛，但是后来他又到香港。他在香港上大学，嗯，然后呢，有一个老师对他挺好，你记得吗？对，老师给了他800块钱，然后呢，他就把这800块钱呢，给他的这个妈妈。据说他妈妈当年就住在浅水湾酒店嘛，对，浅水湾酒店。然后他妈妈把这钱放在这儿一看，啊，女儿孝敬我哈，嗯，哎，女儿说是老师给他的，他妈妈当时就问，哎，这老师对你什么意思啊？就大概意思，嗯，然后好像后来他妈妈就把这800块钱赌输了，对对对，赌输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哎。张爱玲这样的人，你知道他会产生多么深的这种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做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他觉得我老师给我这样一个肯定，我把钱给你，你就这样随便的对待，我给我赌输了。于是后来他产生一个想法，就是他要还他妈妈钱。对，他妈妈，比如说，你看，就像今天中国妈妈说，哎，我从小为你付出了多少，这个那个。张爱玲真有点像那哪吒的那种啊，拆骨还父，拆肉还母。没有啊，假如你说张爱玲跟她妈妈哈，我们看《小团圆》，嗯，假如《小团圆》当然是小说哈，里面假如有一些真实的成分的时候哈，有人研究《小团圆》是发现2个有趣的地方，第一个，原来张爱玲跟她妈妈的恨不如想象中的深啊。因为到后来他是和解，他和解不是跟他讲和的意思。那张爱玲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，特别他经过胡兰成那一段啊等等，他理解其实有一点啊，出现在不管是不是张爱玲的身上都是怎么样。当女人到了一个年龄呢，都像她妈妈，她想法理解啊，不仅是她造型啊，她的想法，她的观点啊，原来她妈妈当年为什么那么的。小妹妹乖哈，你看好像不是看着小妹妹的脸说的乖啊，看哪儿呢？看哪儿？我看她名字嘛，老婆在旁边呢啊，老婆在旁边呢。我不是叫她出去买烟吗？然后不仅是说身体造型上哈，而是说更是说她知道好多女性到了一个年龄，明白妈妈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啊，或者说自己小时候妈妈以前那么有嫉妒心，那么有占有欲，那么没有安全感。因为那个女性自己也受了伤害了，经历过了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小团圆让我们看到了，原来张爱玲跟她姑姑的关系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，这很好玩的。原来她跟她妈妈不是想象中那么差，不是跟她姑姑想象中这么好。反正只要女人一聚在一起，就麻烦多了嘛。对，我就觉得这些有些东西是外人的想象，所以我在想，就你刚才说到，就是女的有的是妻性重，有的是母性重嘛。因为我自己当妈妈，我就会觉得，是不是真的分得那么清楚？或者说我自己可能没有意识过这个问题哦。我觉得我看我女儿，她才3岁多，我不会嫉妒她，但是我会羡慕她有些事情。但另外一方面，跟我自己的妈妈，我就会觉得。有一个阶段我会非常不喜欢我妈妈的某一个部分，特别是对孩子的教育，我就会觉得她从小因为对我很严厉嘛，就真的会打。我们那代都打女儿，打到尺断掉这样子。就然后呢，然后但是我们那代人很正常啊，他会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我当时就发誓说，我将来有小孩，我一定不会打我的小孩。但是哦，我告诉你，就像他说的，就是跟妈妈会。那种循环呢？我到那个时候，我骂我女儿的那个话，做出来的动作，包括我自己的声音，我就会觉得说，我怎么越来越像我妈？就某一个时刻，你做出来那个动作，整体都是回到了你原来最痛恨的那个时刻。所以我们讲啊，娶媳妇儿，你要想知道你媳妇儿什么样，你就看丈母娘，你就看他妈。但也是有循环上升，会有演变。我自己会意识到。但同时呢，当你这个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挣不脱这个枷锁的时候，其实也恰恰是你和你母亲和解的时候。我会忽然理解了她的不快乐，她那时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。你知道我刚才讲张爱玲吗？你讲这个小团圆里头，张爱玲经常能写到人与人之间这种尴尬处。比如说她跟胡兰成好的时候，就说胡兰成提议1皮箱钱放在她那儿，其实到后来呢。这个胡兰成老是，哎呀，这找东边西边找借口，好像言外之意要把这个钱拿走，或者胡兰成逃难的时候，就想要这个钱。对，张爱玲能够说，我去你逃难的地方去看你，甚至你胡兰成找了别的女人，我去给你哭哭啼啼，张爱玲都没把这箱子钱还给胡兰成。到最后她就是留着这个钱呐，终于有一天，那是不是叫扬眉吐气？咣叽。就还给他妈了，立马他妈就哭了，他妈一下就崩溃了。对，就是你看这个，就是女儿在多年之后，向母亲的这么一种，这叫什么呢？示威，然后必将把妈妈击溃，就是完全击溃。最后这钱也没要，但是就是他觉得好，我还你了。你不是说你都是付出了吗？所以他妈妈最后也想见他一面嘛。对。但是张爱玲就以为是管他要钱，就也没见上那一面，然后。还是他后来他妈妈死了，就给他寄了2个玉瓶，然后张爱玲接到这个玉瓶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你看上代人，防我们像防贼似的，以前都不给我们。”就是他也是那种冷冷的那种语调。我有时候觉得，就是那种这种结是结下了，可是要结起来真的不是那么容易。那这位女作家哈，张爱玲还有其他女作家。你们发现吗？所有的母女关系是女作家之所以成为女作家的原因，不一定了。可是她妈妈，我觉得大部分的母女关系都不太好。没有，但你说很难说好不好，因为每一段不管你是不是作家嘛，你成长跟两代之间哈，总有冲突。重点是作家哈，他会写出那种感觉。因为说张爱玲跟她妈妈，让我想起一位台湾女作家哈，有一篇文章，她也是学者哈。有一篇文章，大概标题叫做第57页，什么意思呢 ？OK， 他以前写很多文章嘛，里面当然也有抱怨过妈妈，就像你说，哎，妈妈怎么打我，怎么凶，怎么严厉哈，对妈妈也有很刻薄的评语。然后呢，后来他妈妈老去了哈，他妈妈生病了，住在医院，然后呢，他发现他妈妈在看他的书，然后呢，他就很担心，不晓得他看到第几页。那个难过，他又不想。一方面很高兴，他母亲看他的书哈，在病院里面好像临终还透过他的散文来了解这个女儿。可是他又怕他妈妈写到他骂他的、讽刺他的地方。那后来呢，他母亲呢就去世嘛，在医院。然后他去医院收拾他母亲的遗物，然后看到那个书，就看到那个结页哈，原来他妈妈是有看到那一页，可是他整个人就崩溃了。因为他想象不了他妈妈看到那一页的时候是什么样感觉，然后他非常的惭愧，自己有笔在手，就像你们写作的人、媒体的人的，那是权利啊。那怎么会我那么用那个权利来鞭挞一个老人家、老太太？他已经完全老了，没办法再打他了嘛，没有还手的能力。我用我的语言来这样骂我妈妈呢？他后来内疚了几十年了哈。那个非常感人的故事。